是不是你心里有鬼呀、啊？夏秀。啊。你陪我待一会儿，我自己一个实在害怕。我本来我身子就虚，你不能在这儿待吗？嗯，哎呀，我太晚了，我得回去。夏秀，别求你了，搁这待会儿。哎呀，你陪我待一会儿，我害怕。哎呀，你把手松开。夏秀，你陪我待一会儿。你松开，松开，我陪你待着，松开啊，松开。哎呀妈呀，你说你还男子汉呢，你这胆儿也太小了。今天搁这都吓得都。吓得浑身冒虚汗的，我陪你带着啊，你别害怕啊。香秀，谢谢你啊。没事，没事。你再陪我待一小会儿，你要是困的话，你就搁这睡呗。我搁这睡能行吗？那我搁这睡，大果看到咋办呢？大果那边我帮你解释呗。不行，你说你自己把我扔这块儿，我不得吓死吗？小秀，我求你了，陪我待会儿行不行？我领你回家行不？嗯，走走，你在那干啥去？我说你想跟着是不？我带我一个呗。你带你一个呗。我带他。啊、嗯，那行，你俩去吧，我走。那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我跟你走。你是不是想跟着？我告诉你，我刚才没打你就不错了，你还想跟着？我告诉你，搁这值班听到没？带。走，行，回家。哦。别走。
人工呼吸得我来。你也不会，你来啥呀？往里吹气儿就完事儿了。来来，哈哈哈哈！哎呀妈呀！怎么演？虎哥，你还能演吗？啊？你不定好了湘绣来吗？你来啥呀？我演这小品就等这块呢。别瞎说。我来啊，行，我来啊，你等着啊，嗯，来吧来吧，快点的，一会儿没气儿了，快点。你看我行吗？哎呀！人文大老师对我们的。